低分车头是日本式的，请在所在要过你征收。台中一个警官带伊到十二岁坐轮椅的老母要坐火车，想要到要进站，人煞感动。你们是坐轮椅的不能搭乘。我说这里不是已经有竣工名牌无障碍设施已经启用了吗？他说他们还没验收。当时正是这期这个是白写讲三月初五要完工，啊，刷来，即个代替方便的人，甚至要求老大人，你徛起来看卖。坐在轮椅上的人站起来，走一两步给他看，结果妈妈也配合站起来，走给他看，然后都完成了，他才告诉我说不行，不能搭乘。那既然不行，那从头到尾就应该是不行，哪有叫我们测试闯关之后才告诉我们不行，这不是在耍旅客吗？但警官是气噶，都为甲因老母嘛是无法度入去车站，嘛无法度去白沙屯进乡。记者来伫对方车头，各大部障碍设施也未做好，关键差强明显。等要表示让大众看得到这样子，不给人家进来，你也要告诉人家。对对对，告诉一下。哎呀，阿伯人拢入来啊。代替讲，迄天值班的副站长无好好说明，态度无好，无做好旅客服务，真歹势。要求主管改善，买追究责任。即马讲会赶紧来加速工程，征收完毕进程，那是有轮椅的旅客提早到站，会尽力服务，卖阁予这种代志发生。民视新闻台中报道。